又开始啦 ！Hello， 我是菲菲。冰墩墩抢不到，金墩墩呢买不起，但是呢无法抵挡我们想得到冰墩墩的热情。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制作的呢？你要不要一起来学一学？墩墩胖墩墩，可爱的墩墩。哎呀，墩墩和雪融融哎！墩与健儿同行，做的好像。冬奥冰墩墩，可爱的墩墩。哎，说实话，人家真的是高手啊。艺术家源于生活，这样的冰墩墩我也想要。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啊，可是冰墩墩一墩难求啊，快叫闺蜜来给你做冰墩墩，你们说我这样做能成功吗？这样子的冰墩墩大网上看会不会吓到人呢？哎呀，我不敢承认了。可惜我没有辆车呢，哦，自行车可以吗？可以，太可以了，真的是，这要细琢呀，眼睛好累啊，咱们做不到。墩墩胖墩墩，可爱的墩墩，纯正的冰墩墩，用冰做的。冰墩墩，可爱的墩墩，创造非凡，探索未来，手牵着手一起想。这就是一家几口吗？原来冰墩墩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。搅出来了一半，小熊猫的样子出来了，哇，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像了。直接不用一吨难求，我两个都有了哦。行，这个马上做起来，这个是最容易的，纸杯嘛，谁家都有。我只想吃一口，应该很甜。我就想知道你们都抢到了吗？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呢？只有我没有。唉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呢？一家一户一个墩，什么时候才实现呢？明天是美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